看陈爱玲自大学生了没出道，虽然近年来她已经逐渐淡出演艺圈，但依旧经常透过社群平台和粉丝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。她于2019年和老公 Alex 结婚，两人育有一个女儿。26日是他们的结婚4周年纪念日，当天陈爱玲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和卡片，要送给丈夫 Alex， 却吓得立即向他道歉，原来她忘了当天是结婚纪念日。对此，陈爱玲直言这不影响自己想对老公表达心意，也很感谢 Alex 一直陪在她身边。两人迈入结婚第4年的私婚，陈爱玲感叹直呼，夫妻两人真的就像丝绸一般，互相缠绕彼此，也编织出他们的理想生活。他认为夫妻之间相处应该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，不要隐忍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一番发言收获不少网友赞同。